哎，下次什么时候去木栅动物园啊？不知道，要不然哎，对对对，下次找慧君，慧君现在在全家打工哎。是哦，嗯，你不知道？对啊，我上次看到他，我家有上次看到他。全家，中山北路啊。中山北路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上班时间吗？嗯，不知道，你可以去看看他，还是我们一起去？哦，好。
觉得呢？今天不是有在草莓园问我，我们算不算在一起吗？一来决定牵手，就不要再放手。亲爱的我多么幸运。